左右时尚，左右时尚，时尚我左右。大家好，我是刘璇，我是胡斌，我是齐婉婷。那现在呢是在活动的现场，你可以看到我身后很多保全人员，因为这些明星呢都正在这边做一个休息，做一些聊天啊什么的。好，不好意思，我们这边采访一下胡斌，不好意思又打搅你了。来，我们要不要站到这边来采访一下吗？打搅打搅。又见面了。对对对，哎呦，怎么觉得今天特别高呢？是因为这个？穿了一个非常稍微厚一点有感觉的这个鞋子，自己今天这样一身打扮是不是精心的做的？就没有，就是来玩嘛，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个 party 我就来了，来了以后看到哎还不错，看到 Debbie 在这里，然后那位在旁边，然后这里讲讲话，那里讲讲话，然后那刚才在外面在做访问，然后我们拿脚在踢他，就刚才在这边吗？在做访问，然后我们就拿那个脚一直踢他凳子，然后要做访问，做访问什么？做访问又不是工作。怎么踢的？我来看看。就这样。闹，别闹。他正好在讲她老公的事情，我们就踢他。而在采访中被试图打扰的刘璇，这会儿却还浑然不知。你感觉到了吗？我没感觉到，没注意到，没注意。他说他跟吴大伟两个人就璇子干嘛呢？我没感觉到，刚刚可能太专注了。如今接近年底，各种商业活动越来越密集，明星们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最大的烦恼从造型亮眼转变成了保暖和时尚相宜的问题。因为刚刚在外面有点冷，但是我觉得你是防卫的最好的一位女明星。对，因为我特别怕冷，然后在这个斗篷也很好看，所以就选择了它。嗯，因为刚才我看到几位明星，女明星特别是穿的，因为这种裙款啊都是抖得不得了。哎，璇子一出来一看，哎呀，这个皮裤都穿上了，比较酷，比较适合我的风格。是不是现在在这个冬天上的搭配也挺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比夏天要花更多的心思。怎么说呢？夏天就是裙子啊，这样就又不会担心天气的原因，现在又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然后还要担心穿得好看不臃肿，所以我觉得冬天的搭配其实是挺花心思的。这时候就显现出大明星的好处了，比如张柏芝就请自己的御用造型师来把宽大的皮衣改良成最合适的出场造型。其实他今天穿的衣服还没有的卖的，所以就是可能2013年大一点，对，之后就要跟他改，我说要凭我的制衣，大概他的 size 是多少的改一下。而如果没有设计师的精心改良，明星们就只能靠一个瘦字来撑起一片天了。比如歌手曲婉婷，我感觉我是属于不正常的瘦，所以正常的那个 size 的衣服就穿到我身上还是会肥。现在怎么办？那这个是就是也是我自己挑的，是唯一几件就是我觉得我穿上还、原来这瘦也有麻烦。对，因为你可以看到只能用针织衫来贴着自己这样穿。对，然后那刚才走红毯的那一件衣服呢，就是它本身就是很宽松的很肥的，所以我就 OK。又如果你既不劳烦设计师改装，又不能像曲婉婷那样不正常的瘦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呢？看到这个棉袄，这是怎样的？是一个连的，就是感觉上就视觉就很温暖。视觉看到人家说不会说你臭美就好了，但同时呢又不会觉得很臃肿，显得很修身，因为它毕竟是假袄子。对，假袄子就不会那么肥嘛。对。而又或者你就反其道而行之，像刘璇这样穿起大大的斗篷装。就是有的时候它的形状也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好像没有这个像这种就是皱褶，皱褶。然后它这个皱褶是怎么用？它其实是这样的，手随时可以从里面从里拉出来。对，但是因为如果以前传统的这个斗篷装这边是没有封起来的，那可能穿风的时候就会特别凉。对，其实是对，我也试过那种的，还是冬天还是挺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新上的老朋友化妆师阿志这样穿上层层裤，里面有牛仔裤。这外面有套了一个，对对，棉的中裤。对，这样的话有层次感，然后也比较、你这层次感，来赶紧看一下。对，等于是真的是两条裤子连着穿的。而其实在冬天有一个特别管用的保暖装备，但它总是让明星们又爱又恨，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对，像这样的裤子哪里都可以做，我觉得是不是里面还可以藏个咪猫裤。对，他们有一个人说穿这个秋裤不时尚啊，开玩笑。提到这个话题的还有曲婉婷。对我来说冬天的话就是可能里面穿一个绒裤，然后再穿一个牛仔裤。里面会穿个绒裤？会啊，我很容易就冷，因为我
太瘦了。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咪猫裤吗？对，绒裤，薄一点绒裤，没有那么厚。哎呀，不又得说了，这瘦太好了，这里面穿个绒裤根本就没有，这里面没有，今天没穿，对，今天没有。但是平时的时候会就冷，像北京那么冷的天儿，所以就会穿一个绒裤，然后穿一个牛仔裤。看来明星们大有为棉毛裤正身站台的下场。其实冬天还是要穿棉毛裤，不穿棉毛裤要冻死的。吴斌都这么说了，可以尝试一下。对对，没错。穿棉毛裤保暖也好，敬业受冻也罢，看来这个冬天必将是与明星们和时尚和低温交手见招。